Hello， 你们好呀，欢迎收看手工制作。今天我来到了 Tokyo Mega Illumination， 这里其原本是个赛马场，是2019年到了冬天才改成灯展的，所以是新出来的。那么这边这个怎么说，门票还是比较便宜的，学生的话只要500块钱。我先去买票吧。我已经买到门票了，这就是我的门票。那么这个前面这里就是入场口了，我赶紧进去吧。现在我已经进来了，从这里开始的五个景点都属于闪烁巨树区 Twinkle Mega Tree Area。 这个区域呢是以象征着大景赛马场夜晚的闪烁 Twinkle 为主题所展开的灯光之旅。现在我来到了第一个景点 Twinkle Tunnel， 也就是我现在正在走的这个景点。这个景点的演出主题是通往未来的时光隧道，散布在天花板和墙壁的装饰闪耀光芒，柱状的数位看板是以宇宙空间站里展翅飞翔的飞马来表现的世界。由这个365度环绕的宇宙空间带领我们进入本次的盛会。现在已经是晚上的8点了，9点半这边就要关门了，所以我今天来的有点晚，而且我没有想到这个场地竟然这么大，所以待会儿我可能得走得比较急。我现在正在向第二个景点出发，就是你们左手边，不知道你们现在能不能看得到，有个那个圆柱形的光点。那这个光点呢，也是一个造型，叫做 Twin 旋转梦幻旋转木马。据说这个旋转木马会随着周围的那个亮光转动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旋转木马的造型也是比较可爱，待会儿我要坐上去拍个照。我现在来到了一个两边都是蓝色的灯光栅栏的通道，这里好像不是景点，然后这个场景我觉得似曾相识，我好像去年在 Tokyo Dome City 还有之前我去的读卖乐园的灯光展都有看到差不多的景色吧。这个通道是通往哪里的其实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今天呢是跟朋友一起来的，所以哎，我说你做个自我介绍呗。Hello， 欢迎来到最爱手工制作。今天并不是什么手工制作，今天是有点丢人。现在我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现在我的面前有四个巨型杯子，而且这四个巨型杯子还是五彩斑斓的，都在发光的。然后我刚刚看了地图，上面并没有这个景点，所以这里这肯定不是，就是不是官方认可的那种景点。然后走近看，我发现这个里面就是的支架是树木，所以难道说这四个是四棵圣诞树吗？现在我来到了一个比较空旷的场地，前面用英语摆着 Tokyo City Cube 这三个词，天空中还有七彩斑斓的灯光，很像彩霞。这个彩霞是从极光森林射出来的。然后这个灯光展其实是今年冬天的特别活动，原本这里是赛马场，所以周围都是那个坐席，因为这里本来就是马儿在前面那个场地那边赛跑，然后观众坐在这边看的。逛了一会儿后，我发现天上的这个彩霞其实是从那边的那个投影仪那边射出来的。在你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个隧道，在尽头可以看到一点亮光。这个隧道呢，就是连接闪亮巨树区域和时光旅行区域的 Tokyo Time Tunnel。听名字的话，感觉有点类似于时光隧道这样的感觉。这个景点呢，也是属于时光隧道区域的。这个隧道是以黑暗与光明为主题所呈现的灯光演出。在穿越这一段黑暗的时空，向着那个亮点走过去，就可以看到这如同万花筒般五彩缤纷，还伴随着动听音乐的隧道。而穿过这个隧道，即可以通往至今从未见过的地方，应该就是穿越到过去吧。还记得我在刚进入这个园区时带大家一起通过的 Twinkle Tunnel 吗？那个隧道是带我们通往未来的，而这个隧道就是要追溯过去了。所以我猜想这个灯光展应该是以时空旅行这样一个主题所制作的吧，目的可能就是想让大家更加了解东京的过去和未来。这有一片黄油油的，看起来很像草的塑料。忘了说这个景点叫 The Genfuge，
是以田园与梯田为主题，目的是用美丽的灯光创造出日本田园风景以及日本人的内心景致。而现在所放的歌曲是《大河之心》。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景点，江户樱花隧道。这条隧道全程有100公尺，一朵朵小小的樱花用铁丝穿在一起，摆成了拱门的形状。整条隧道都是奶白色的，或者至少说是暖色调的吧，给人比较温暖的感觉。然后我现在突然觉得这个场景好像我在上海星空失恋博物馆的最后一个景点，我把那里的印象图放在右上角了，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是不是真的有点像呢。但是上海那个好像灯光的颜色更黄一点吧。那我们走进去看看吧。这走进去以后里面好美啊，好像是在走一个用星空花瓣布满的隧道，而且樱花又正好是日本的国花。我觉得制作这些灯展的人真的是有花心思，在想怎么让观众在觉得美的同时又表达出日本的文化。现在我想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一个个花朵形状的小灯，远看真的很像一个个圆点，但是你走近后就会发现它每一个灯其实就是一朵花，而且这个花还挺精致的，而且它的形状的确就是樱花的形状。这么看的话，每朵花的颜色好像也略微有些不一样。这个隧道的上半部分全是樱花灯，但下面就是像这样的白色叶子穿插着零零散散的樱花灯。走到中途，我突然发现其实这个隧道的灯光颜色是会变换的，现在又变成冷色调的蓝色了。其实这也不是蓝色啦，它现在这个灯光的颜色是在运动的，现在那边白色的光正在从那个隧道的尽头一点点向我们靠近呢。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景点，这里是江户华丽光之夜。据说这个场景是模仿江户时代举行庆典时的街道，的确是很像是在搞活动啦，不然的话头顶上怎么会挂着这么多红灯笼呢。其实日本的习俗跟中国应该是很像的吧，过节啊什么都会挂灯笼。不过现在这样的街道在日本已经很少见了，所以有点像电影中的场景。尽管现在街上没什么人，但是我还是能够通过摆设想象到很久很久以前江户街道上面热闹的气氛。哇，现在终于有点人了。其实今天我们可能是因为到这边比较晚的缘故，就是整个灯光展都没什么人，不过没人其实是好事，拍照超爽的。而且我现在注意到这些壁画好和风啊，现在那边在放音乐喷泉，但是我也不知道有很多机会能看到，所以先大家拍一段，就随便拍一段吧，恐怕以后没机会看。现在我来到了明治光之博览会，据说这个景点是参考明治时代的全国工业博览会而制作的。至于造型为什么是马，可能是因为这里是那个赛马场吧。现在我又来到了一个新的景点，这应该是我来到这里后的第9个景点了。这个景点叫做明治惊喜迷宫，虽然说是迷宫，不过这里面一点都不会迷路啊。这个迷宫有许多像这种竖着的大屏幕，道路两侧还放着像孔明灯一样的灯，而你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些是由明治浮世绘图界三杰之一的小林清清氏所绘制的艺术品。只要触碰屏幕，屏幕上静止的话就会像这样发生变化，像这个荧幕是从白天的场景变成了夜晚的场景。这里又是新的景点了，虽然跟刚刚的明治惊喜迷宫有点相似，不过这里是大正浪漫光花园。这个花园里充满了象征大正浪漫的独特设计与美感。其实大正时代离现在已经很近了，大正时代最后一年也就是1926年，这么一说是不是突然觉得离现在很近了。我现在觉得我们周围这些三角形应该都象征着花朵吧，然后这一排还有许多以马的造型，毕竟是赛马场嘛。
然后我现在突然觉得时间旅行区的许多景点都非常和风，可能是为了更好的诠释过去的日本吧。现在我来到了玫瑰花园，这里总共有6400朵玫瑰，从这里放眼望过去，五颜六色的，真的很好看。而这每一朵玫瑰花其实都是塑料做的。我有说过我最喜欢的花朵就是玫瑰吗？我很喜欢玫瑰的香气，也喜欢它的傲娇，就像别人说玫瑰都是带刺的。也正因为喜欢玫瑰，所以我家的盆栽里种的几乎全部都是玫瑰花。现在你们面前写的是修哇塔达伊玛有过旧，中文的话念叫昭和怀旧老街，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我后来想了一下，其实昭和时代离我们更近了，现在的70后80后90后都是出生在昭和时代的，昭和时代也就是平成时代的前一个年代。其实说到昭和时代，如果稍微有点了解日本的，恐怕会想到利川的昭和纪念公园。昭和纪念公园特别大，曾经是皇家园林，不过现在已经对外开放了，我自己也去过几次，下次有机会的话再用录影的方式给大家介绍昭和纪念公园哦。哎呀，跑题了。其实这条地下街给我的感觉的确是比较古老的，有点像古巷，虽然周围都有点破旧，但是我想可能那个年代的人看到这些应该会勾起小时候的回忆吧。那其实这条地下街也是这次这个地方时空旅行区域的出口隧道，还记得我刚给大家录的 Tokyo Time Tunnel 吗？那里是入口。哦对了，我现在突然明白了，进入了时空旅行区域后，它其实按照年代的顺序，从最古老的江户时代一个一个到离现在最近的那个昭和时代这样子过来的。在这里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两匹马，而且在这马的上面还有这么大一棵参天大树，上面还环绕着七彩的极光。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里好像不是景点哦。循着极光的源头，我找到了极光森林，刚刚那个树上的极光就是来自这个极光森林。这里使用最新的灯光技术营造出色彩耀目的娱乐空间，在都市里闪耀着宏伟的璀璨极光。哇，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灯光展其实是由东京的这么多个区赞助然后制作出来的。现在这里是不是很眼熟啊？没错，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第一个景点 Twinkle Tunnel， 我们要回家啦。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喜欢这样类型的旅游影片，就请你帮我点个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并把这个影片转发给喜欢旅游的朋友吧。或者是如果你有任何想要看到的影片类型，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希望这支影片能给想来日本旅游的朋友作为参考。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咯，拜拜。